有啦，牙齿是有矫正，然后有贴片。而且我做完牙齿之后啊，大家都觉得好像以前是比较像小孩的脸，现在变成比较大的。继 Angelababy 公开艳脸力撇整形传闻，蝴蝶姐姐简凯乐也认了，因为整牙脸型有了转变。几年前，双颊圆润的蝴蝶姐姐还是超萌婴儿肥，和现在的 V 型尖脸差很大，还被怀疑进厂维修。从可爱蜕变成性感，蝴蝶姐姐转型成功，但整形传闻却未曾间断。她近日大方坦诚，脸变小完全是靠整牙，还有痛到不行的拍脸整骨，绝非动刀整形。他是发自内心的，便秘也可以很快乐。娱乐圈卷入整形疑云的女星一大把，如今 baby 公开艳脸也带动热潮，粉丝们也相当好奇，究竟还有哪些女星能洗白，证明自己是不动刀的天然美女。有苦全娱乐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台北报道。牙齿有啦，牙齿有矫正，然后有贴片。继 Angelababy 公开艳脸力撇整形传闻，蝴蝶姐姐简凯乐也认了，因为整牙脸型有了转变。几年前，双颊圆润的蝴蝶姐姐还是超萌婴儿肥，和现在的 V 型尖脸差很大，还被怀疑进厂维修。从可爱蜕变成性感，蝴蝶姐姐转型成功，但整形传闻却未曾间断。她近日大方坦诚，脸变小完全是靠整牙，还有痛到不行的拍脸整骨，绝非动刀整形。她是发自内心的，便秘也可以很快乐。娱乐圈卷入整形疑云的女星一大把，如今 baby 公开艳脸也带动热潮，粉丝们也相当好奇，究竟还有哪些女星能洗白，证明自己是不动刀的天然美女。有苦全娱乐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台北报道。